垒上跑者走了，这个球打成了在三游之间打穿了，形成一支安打。跑者绕过二垒之后，最终是停了下来，现在变成了一二垒有跑者。哦，这个战术的执行非常的成功。哇，很有技巧。游击手被跑垒员然后启动的过程引诱了过去，说正好打到这个 gap 的地方，是这个空隙，然后正好穿越。我们来看一下一垒上的跑者吴国豪，他是提前启动，所以游击手呢已经是被诱使到二垒那边的三游，这边是一个超级大洞。